亲爱的亚特兰大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。刚才台上还没唱够啊，接下来给大家再继续唱，刚才没有唱大宅门，现在要不要听啊？好，那我就唱两句啊。在这里呢，首先祝大家兔年吉祥，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。又来一声笑，请开两扇门，乱世风雨乱世欢，站住了